要问什么都可以。如果有机会，你想跟哪位男性一夜情？金城武。因为第一个他就真的很帅，第二他真的没有什么绯闻哎，所以我也不用担心说哦，如果我跟他一夜情，他会偷偷的去跟别人讲。然后第三，我这样也可以去跟我的朋友证明 ，See， 他不是 gay 啊。请问你最受不了哪种调情方式呢？他用特别的方式把我叫醒。有什么受不了这个？因为早上一早起，因为很累啊。所以你喜欢晚上？没有，我也不一定是早上啊。所以有时候就比较喜欢早上的。不是啦，不是早上晚上的问题。好，跳过。我想请问你都爱爱都怎样暗示老公呢？是用中文还是英文呢？也不用讲，其实。You know, you know, yeah, you know。这么漂亮的两个人，什么时候要让我们看到很漂亮的小娃娃呢？那君妮，我问你，那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呢？Hey John, oh my god！ 我们身体哪里最想？他的胸，胸肌，鸡胸，胸肌还是鸡胸？胸肌，他的胸肌是还蛮不错的。I like it。我们什么时候生小孩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我问你才对。问你啊。